大哥，那个带了没有？带了，带了给他，来，王宝强，到，来，全你的，看。选你的，拿好了，拿这么好的，先带这么多了。大哥刚才装兜里，来来，每个人发一下。不，全他的，全你的，因为啥就说了，这次我放心了，我再也不用担心我脑子不好使了。太谢谢了，真的，这还可以这样练手了。你一天就是俩啊？吃多了万一多了不能吃是吧？当然了，你吃多了太聪明了，你先把今天量吃了，赶紧。哎，我们就是在等杜海涛是吗？等杜海涛，这是海涛的车吗？带着大红花就来了。海涛哥是不是带着大红花的车？来接我们的。走吧，我们列队上车吧，要不？我们不走，海涛不到，我们不走。对，对我们一个都不能放下。他们都在哪呢？他们那边已经在去军营的路上了。好，我马上。你这次可能要迟到了。哟。因为昨天录大本营，然后录完大本营就直接过来，是吧？不用等我了是吧？我直接就过去了，对吧？到军营门口。不能每次大集合我都迟到。当时我就想，我最快的速度跟他们集合。他们都进去了吗？还是没来呢？